大师兄在吃早餐啊，这样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我在录音呢，来牛奶吗？你在吃什么？今天吃这个什么？这什么好白？水性油漆，好消化吗？来看我一下，好吸收，它分子比较小。我给它变成一个仓库哦，我给它这样子啊，嘿，材料我创作点，我给它炒出哦，啊，咱大家人会看到的，兴趣这样子啊，因为我嘛，小可有迄个想要营销家己，也是。家己这朋友出去，互人看到啦。啊，你本身也有一个工，就是也是在相关的。哎，我做社区营造、涂鸦，哎，之前有在工作啦，按哥我今麦无做啦。啊，六月加大概完成之后，会不会来找一个固定收入啊？旁边嘛是那个眷村彩绘啊。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整理，是封起来的，在古人封起来的。有，这还是。对啊，那你要村大公公室有来采访吗？有啊。啊，就是不是一号不是一号。自由是爆发的啦，可以干嘛的？他很在画。那陈老师教书。赞。来，啊，沾一点颜料。有啊，我们都会拿，我们都来啊。哎，对，来，好，啊，换这里这个地方，哎，可以蹲下来。妹妹要不要试看看？妹妹来，妹妹来。妹妹，这是给你画。你要拿那只手还是这只手？你要拿这只手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台湾的门神，那我所画的呢，就是中国佛教里面的护法神。那其实它应该会有一对的，然后但是因为版面的关系，我就画了其中的一只。然后它的可以看到它的色调颜色比较黑，比较暗，就是因为强调它黝黑的肌肉，那比较雄壮威武，可以把坏东西吓跑的那种凶恶的样子。其实它是很慈悲的。那手上拿的呢，还没完成的是金刚杵。降妖伏魔，那今天因为在因应这个台湾门神的主题，我就画了佛教里面的护法神。今天我画的门神就是五妃庙的那个侍女的门神，之前都画男生的门神啊，然后今天想出来画一下台南的在地的五妃庙门神侍女，然后其他的祈福之类的那一些大师兄刚才已经都讲过了，然后现在，我叫阿禅，好，就这样 ，OK。希望这些涂鸦的一些彩绘啊，可以带给世人一些平安啊、祥和啊，比较好的运势，这样带来给台湾比较好的运势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三班五班，扛起来！我不要看镜头啊！这次画的主题是形容众神明。今天画的这个主题很简单，就是说。干嘛要被禁啊？林老师哎，他说地球被毁灭了之后，哎呦，我来唱歌。阿伯讲，你家看怎样？
这次的主题也是那个守护神，然后呢，心里想的守护神是妈祖。那妈祖当然也有那个牵引无顺风耳，可是我认为说，像阿禅这次招募人，然后招募了这些志同道合的一些，为了艺术创作，然后牺牲个人的假期，不图所利。然后呢，大家冲着喜爱艺术的创作，然后狂奔到这个台南知识官邸亮彩会，真是一个可取的。那希望说阿禅能再带动我们多多的创作一些快乐的艺术。我的话就是代表着说，我们大家很热忱的来这个知识官邸，然后呢，画出我们心中所想象的、所要的、所喜欢的守护神，然后也很快乐。这样。我的创作是这个这幅是守护神，然后因为没有人看过守护神的样子啊，然后我觉得它可能是。有可能是任何形式这样，然后我在里面放了很多有爱心的，就是图案，对啊，就是含义就是代表说，其实只要有心啊，就是整体都是守护神，就是这样。报告完毕。再说啊。报告完毕啦，就是守护神，对啊。不要跟我说哦。就是我用只有用黑色跟白色呈现这样，对啊。要看要来下面看。This is Guardian's Guardian that produced and represented peace and itself. So I paint this Guardian God to present the peace and itself and wish Taiwan people can have peace and self. They can just relax because of the earthquake is this. So I hope everybody can join here to make your creativity to help the painting. All right.